所以你不婚主义的原因是因为你想要一直这样玩下去吗？但我给自己的理由是，我觉得这样更浪漫一点。我也可以更浪，更浪。你未来如果要找老婆，会找什么样的人啊？我是不婚主义。哦，你确定了这件事吗？因为你结婚了。那如果我离婚呢？那我也可能会考虑。今天确凿打 kiss， 我告诉你，还有一种方法比接吻更可以减肥。变成什么了？我告诉你，节目完了之后马上去把胸搞大。明明胸不大，去代言 bra 的广告，因为红。第一次为爱情鼓掌，大概是我大二的时候。我觉得我是真的后悔。啊？你后悔过？真的吗？